情绪的，比如今天，我也不是那种自来熟，然后叫我说就能说一大堆废话的，好吗？大部分时候我是个安静、温柔又不善言辞的女子，对，只有有时候喝高了，不是喝高了，就是假药吃多了才会。
送过是挺好听的道具，但是呢，它